心纪念把我中华文化觉醒之火趁势烧起来。我们穿的衣，我们住的房，哪样不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呢？同学们，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。无论是谁，要是敢亡我国家、灭我种族，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。起来，解开脚步的奴隶，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根据民主制，我们将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成员。旧世界，大渡莫化流，水奴你们起来，起来！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。我们只一条路可以走。武装斗争，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迎他那熊奈儿就一定要实现，这是最
世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